你好，我是林瑞元，我是韩国人，是武汉防疫外籍人员进语学校的学校。今天我想试试三个中文绕口令，一个是我从书上找到的，一个是我从网上找到的。这个叫四和十，这个在网上非常有名。四十四，十四十，十，十四是十四。四十是四十，四十加上四，就是四十四。这个绕口令我用了15秒，很难，试试其他的吧。端午花红又红，摘朵鲜花送大龙，龙带鲜花吃粽子，吃粽子拿粽子，拿着粽子回龙洞。送给屈原老公公。这个绕口令我用了18秒。挂票拨上票票，拨上票挂票，拨票挂票挂票票，挂票拨上票挂票。这个绕口令我用了13秒，我觉得我要练习一下。四十四，十四十，十四是十四，四十是四十，四十加上四就是四十四。端午花红又红，摘朵鲜花送大龙，龙带鲜花吃粽子，吃粽子拿粽子，拿着粽子回龙洞，送给去老公公。挂票拨上票，拨上票挂票，拨票挂票挂票票，挂票拨上票挂票。四和十我用了10秒，端午花我用了12秒，最后票挂票我用了8秒。我的绕口令比以前学得更好，我觉得练习真的很重要。如果我练习很多次，非常难的事情我也会成功。谢谢。